优质佮安全的农业生产，是台湾非常重要的农业发展政策。有机农产品嘛变成国人上界需要的民生消费选择。水稻有机栽培有改良土壤绿化性质、环境保护、废弃物再利用，以及应用民生消费需求，才会多点意义，非常值得推广栽培。也唔过，水稻有机栽培是属于高技术栽培，注重栽培技术的认识，每一个栽培的每角都爱知影甲了解。栽培地点选择，水稻有机栽培目的之一是改良土壤绿化性质，让土壤会当达到上适合水稻生长的环境，所以不应该有栽培地点的限制。农友在水稻栽培过程当中，应该充分利用收成以后的稻草，寒天的时阵做栽培稻壳的肥，以及利用其他农禽植物废弃物来进行有效的土壤改良，以免让土壤因为长期化学栽培造成资源愈来愈少，来达到永续经营的目的。也唔过，水稻有机栽培另外一个目的是因应民生消费需求，为了要让消费者吃了安心，水稻有机栽培地点必须要规范甲限制。所以，水稻有机栽培上基本的要求是土壤甲水质拢无受到污染。栽培品种选择。水稻有机栽培品种的选择，由源于适地适栽以及个人的消费趋势来做需求，选择适合个人口味的良质米品种上适当。对着白虫害抵抗能力较弱的品种，就应该避免选择来种。台中区农业改良场推荐适合水稻有机栽培品种有两个：台经九号有口味真好、放会久的优点；台中三十号。有高产量、甲口味优良这特点，拢适合做有机栽培。种地作业，种地是不是有病，对水稻生育甲米品质的影响关系非常的密切。种地若是无病，伫个较低的所在，真容易累积过量的有机质，致使水稻生育初期，因为土壤过度还原，产生有毒的物质，和水稻的根部来死去，影响到根部以上的稻丛的生长。较轻的时阵，根部以上的生长甲分叉会较慢；严重的时阵，根部以上慢慢变黄，抓来打死。那种地无病，虽然无累积过量的有机质，也会造成水稻生育期延长，致使全区生育无齐，抓来造成收成以后生米率增加，严重影响到精米的品质，降低商品的价值。种地若病，对着灌溉排水的处理较有利。而且会当利用阴水来抑制杂草的发生，种地若平，卖当确保黄仔的生活率，避免造成播种时阵成本的浪费。育苗技术，水稻有机栽培必须要使用健康的黄仔，所以讲水稻育苗的时阵，每一个育苗箱留种的量上好卖超过220公克。黄仔的病害主要经过种子传染，要培育优质养健的黄仔。必须做好稻种的消毒。一般稻种顶头往往有真多病原微生物，也是害虫。若是无伫育苗进程进行稻种的消毒杀菌，种子本身所带来的病原可能因为安尼破甲满世界，进一步变成大规模的病原扩散，造成农民严重的损失。使用稻种温汤消毒设施，利用物理温汤消毒方式，会当适用伫水稻有机栽培育苗阶段的稻种消毒。有效提升有机栽培健康优质黄仔的品质。插黄仔作业，水稻为下节产生的分叉，伊的杆会较粗壮，穗较长，积穗粒数较侪，所以讲黄仔卖插伤过深。插黄仔的深度以土面下骹2至3公分上拄好。水田幼茎白乎白以后，因为土质较软，无适合即刻就插黄仔，应该等候大约2天左右。和土质变较硬淡薄，才来进行插黄仔的工作。因为这个时阵土质已经较硬，黄仔插了以后无容易沉落去，同时嘛无容易倒落。插黄仔的时阵，每丛的基数卖伤侪，以每丛5至7枝上拄好。那每丛的基数伤过侪，再加上后摆的分叉数，和管无充分的空间发展，造成空间受缺作用。那呢，管的表面会较油。对着积水粒数的增加较不利，而且
对着病虫害抵抗性嘛较差。同时，因为受过密，产生通风不良，真容易造成病虫的发生，对着产量无实质的帮助。连到因为容易倒落，甲容易发生病虫害，煞来影响着产量甲米的品质。所以讲，插秧的时阵爱遵守南北走向，抓甲抓的距离30公分，长甲长的距离以15至18公分上拄好。插秧的时阵，每丛的基数卖伤过侪，秧啊卖插伤过深。啊那安尼，对水稻有机栽培顺利种植较有利。有机质肥料使用，有机质肥料使用量甲水稻的产量甲米的品质关系上界密切。使用量不足，那呢产量就较低；使用过量，有可能造成米的品质降低，以及因为水稻倒落，再来影响到产量甲米的品质。所以，有缘爱遵守适时适量使用作原则。接下来介绍两种有机质肥料使用量的计算方法，来做实际应用的参考。第一，使用低筛肥，每公顷需要释放120公斤氮素来做例。假使讲低筛肥的氮素含量是1%，水分含量是15%，咱的算法是堆肥用量等于氮素推荐量除堆肥氮素的含量。除扣掉堆肥水分的帕数乘二，算出来结果就是每公顷低筛肥的用量大约是28吨。低筛肥应该专量来做基肥使用。第二，以使用菜籽壳，每公顷需要释放120公斤氮素做例。假使讲菜籽壳的氮素含量是5.3%，水分含量是12%，咱的算法是菜籽壳用量等于氮素推荐量。除堆肥氮素的含量，除扣掉菜籽壳水分的帕数，乘1.25，算出来结果就是每公顷菜籽壳用量大约是3吨。菜籽壳一半做基肥，1/4做堆肥，1/4做水肥来使用。杂草防毒，台湾的水产杂草非常的多，目前使用伫水稻有机栽培杂草防毒技术有5种。第一种，重复种地法，在插秧的进程12至15天进行第一摆种地，初茎、幼茎甲白毫病同时完成，即刻放5至10公分的水量来灌溉，放到插秧啊前3天，再来进行第二摆种地，就得完成防毒杂草。第二种，在水稻插秧啊以后，等稻丛徛直，在田的饲合啊也是菜啊，每分地饲的数量以10只为原则。卖当完全防止杂草。第三种，使用水产除草机来除草。伫个抓甲抓中间除草较有效，要唔过长甲长之间除草就较困难。依然爱靠农民骨力伫个田内用人工来除草，卖当有效来降低杂草的发生。灌溉排水管理，水稻较无同的生育阶段，所用的灌溉排水管理技术无同。伫个水稻插秧以后，必须要予伊长时间的浸水管理，一季作维持的时间大约是30至35天，二季作大约是20至25天。水的深度是4公分到6公分，伊的原因包括：第一，一季作插秧以后温度较低；二季作插秧以后温度较悬。若是予伊浸水管理，会当有效来减少环境对水稻生育初期所造成的不利影响。第二，有效提供水稻生育所需要的水分和养分，让水稻顺利生长和分叉。第三，浸水可以造成土壤的还原状态，土壤当中无充足的氧气，让杂草的种子会当得到充分的能量，启动生命机制来抑制杂草种子的腐蚀，达到有效控制杂草的目的。一季作大约插秧以后35天，二季作大约25天，必须要做曝田。禾田充分避开，曝田的时间会当连续1礼拜。要过这个期间，必须要注意水稻的叶啊是不是有卷起来。若是发现有，就要即刻来灌水。曝田是水稻有机栽培管理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工作。伊的原因包括：第一，水稻实行有机栽培，土壤因为长期浸水，造成过度的还原状态，土壤当中可能累积有毒的物质，对水稻的生长较不利。曝田对着氧化分解是较有利的。第二，曝田会当造成土壤当中水分不足，
让水稻的根部向下骹来生长，唔但会当有效预防水稻侵入后期倒去，更加会当充分利用较深层的土壤养分，对着水稻以后的生长较有利。第三，晒田会当造成水稻水分甲养分吸收不足，带来产生生育短期停顿的现象，有效抑制水稻的无效分解甲稻丛过度抽干，而且加强稻丛的硬度，避免水稻生育后期倒去。水稻生育全程有两个阶段，需要大约七公分的深水灌溉，一个是幼穗分化期，一个是抽穗期。幼穗分化期是水稻一穗粒数甲雄蕊、雌蕊分化形成上重要的时期，这个时阵需要大量的水分甲养分供应，才会当确保一穗粒数甲发芽率。抽穗期是因为抽穗、开蕹甲授粉拢需要大量的水分甲养分供应，所以讲必须爱深水灌溉。除了拄则所讲必须爱注意灌溉排水管理的阶段以外，其他采用轮流灌溉到收成进程的一礼拜就好啊。福寿雷防毒，福寿雷阁号做金宝雷，是目前水稻生育初期上主要的有害动物。任何有水的所在，拢看会到伊，繁殖力非常的强。伊危害的特征，就是从拄啊插秧啊以后的水稻幼丛为管的基部来剪断。若是水稻生育初期无防治，危害会非常的严重。必须要进行补偿，造成生产成本的浪费。目前使用的水稻有机栽培的防治方法包括：第一，在田的入水口装铁网啊，来隔绝为水沟啊来的泥体；第二，土地壳含有植物性的藻碱，是使用在水稻有机栽培防毒福寿雷效果非常好的植物性废弃物。因为土地壳必须要放在水里底，才能释放出成分来杀死福寿雷，佮同时对土壤当中其他的生物，譬如讲乌鳍、稻蕴，嘛拢会杀死。所以讲使用时阵卖超量，每公顷以五十公斤为原则。水稻插秧以后，伫田块四周围也好平均，就会当达到防毒的效果。第三，水稻有机栽培田是合压也是菜压，嘛会当有效清除福寿雷。病虫害防毒，水稻以纯有机栽培，一定会发生病虫害。如何有效降低病虫害的发生，就要靠一流的栽培管理技术。水稻有机栽培选用无污染的稻种，会当有效降低水稻多虫病甲蒜虫所引起的白浆病。苏力菌对着氯化镁虫也未进入叶鞘，也是怪内底进程，以及对稻虫根球虫有真好的防治效果。也唔过，若是乙化镁虫已经进入叶鞘，也是怪内底，就无防治的效果。所以讲，应该密切注意氯化镁虫发生的时期，进行连续性的防治。稻粒病是伫水稻培分吸收过量，以及土壤内底石含量收低状况之下来发生。一般土壤当中的石含量应该维持伫1000公克/15毫克的打土以上，所以若是会当控制适当的有机质肥料，以及补充土壤内底充足的石含量，就能有效预防稻粒病。乌麻叶孢病是伫稻丛欠肥以及土壤内底石含量收低状况之下较容易发生，所以伫水稻生长的过程当中，应该避免水稻过度欠肥。土壤内底嘛应该适量来补充硒，那呢就会当有效预防乌麻叶孢病。白朽孢病常常发生伫透风以后，因为叶仔烧炉造成伤口，病原为伤口进入感染所引起。土壤内底有充足的硒含量，以及避免使用过量的氮素，拢会当有效降低白朽孢病的发生。当白朽孢病发生的时阵，爱记的避免伫早起露水也未打进前进入田的，来减少因为传染病菌。温孢病是伫高温多湿的状况之下较容易发生。温孢病发生的时阵，应该避免田的积水，来造成予温孢病发生的条件。水稻嘛应该尽量栽较快，加强通风，长期使用有效的微生物伫土壤当中，会当产生抵抗的作用，排除土壤内底有害菌，嘛会当有效来降低温孢病的发生。由以上了解到，利用优良的稻田栽培管理技术，有缘会当有效来控制白虫害严重的发生。水稻栽培较容易发生白虫害的地区，比如讲沃沙区、
透早漏水聚集较袂散的所在，应该避免进行水稻有机栽培的政策。休息甲调节，水稻收成上好时期是七月变成黄金色，只有伫个穗的枝部有两至三粒是黄绿色的时阵上适合。若是稍早收成，那呢生米率会增加，七月用重量也会降低。稍晚收成，那呢米粒较容易闭气，却严重影响到口味的品质。所以讲，水稻应该适时来收成较拄好。水稻收成以后砍扫，以循环式砍扫机采用三大变温来烘打较理想。拄好收成的七月，先用定温55度进行烘打，等七月含水量降到20%的时阵，再用50度继续烘打。等七月含水量降到16%的时阵，再用定温47度进行烘打，一直到七月含水率14%到15%时为止。然后等到七月伫烘打机内底降到常温以后，再来进行脱壳，安尼会当确保口味的品质，以及提高茎米的完整比率。水稻使用有机栽培好处非常的多，所以讲水稻应该全力来辅导推行有机栽培。而且进行宣导和教育的工作，让消费者了解到吃有机农产品，那是考虑到吃安全农产品，同时也应该为了保护咱生活的环境和提升生活的品质，共同尽一份自己的力量。因为你多吃一份有机农产品，农民就多种一份有机农产品，那呢，台湾就多一块清气的土地。